沈海高速温州塘下收费站出口，一辆白色轿车的车速慢了下来，后方一辆小车发现车距过近后立即变道避开了，接下来一辆红色货车采取紧急制动偏向了左边，把在第一车道上行驶的面包车挤到了护栏边。下去下去，能走吗？能走开下去，这辆车应该还能走，等一下开过来一些，好吧，我把后面的车拦下。两辆事故车下了高速，高速交警锁定了低速行驶的白色轿车，通知驾驶员到场接受处理，并判定红色货车因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承担主要责任，白色轿车承担次要责任。啊，这车撞成这样了。他如果顶到这个门进去的话，这个人要受伤了。顶到这里，你看没有？把它顶掉了。啊，这个车跟这个。你不要现在还说你没有过错，高速公路。但是我真的不知道。高速公路，我跟你讲。高速出入口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你这样开车习惯是非常非常差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看了一眼那个标，我就慢下来看一眼那个标，还看了一眼标，你要么就下高速，就是看一眼要不要下嘛。不管什么原因，高速公路上不能丢60码，你这个速度只有20码最多了。幸运的是，面包车上的驾乘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，没有受伤。